弟子云外方，在此一结亲缘。从今而后，肝胆相照，为兄弟两肋插刀，为情义赴汤蹈火。爱你爱了多久，心痛说不出口，看着天空没了以后，地平线交错，究竟到哪里才是终点，何去何从。落叶留下的泪是谁的不对，面具下我的泪还有谁能够了解，偷偷的走，一个人走，流淌着血的心在伤痛，谁帮我那些思念那些痛坚决不撕裂。对爱情不去在乎公不公平，深爱你的人总有一天会死去，学弟，你说尸体放在哪一个位置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带队过去。待会见，谢谢。担心在网上验尸的结果，不用想太多了。当初医院的监视器不是看到他好好走出医院吗？我想应该不会是耀辉的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了，为什么这一年来王浩会这么自我堕落，自我放弃。
回妈，你宿醉醒了？还没。我跟你说哈，那个黄北北下午2点要去公司谈北投的建案。我的头痛死了，你帮我去谈好不好？拜托拜托。啊，你把慧芳也带去。啊？反正他临时的中介的工作，迟早要到我们公司来上班嘛。好了，我带我去公司一趟。OK， 拜拜。不好意思，我妈要我去公司帮她谈个案子。哦，好，那我开车送你去公司。等一下我要自己开车回去。好吧，那我们走吧。没有喝酒上班呐、啊，早就该这样子了嘛，这样子啊就可以 you happy me happy everybody 都 happy。请做好你自己的事。这女朋友啊，很帅耶。照片贴在那个急诊室的寻人布告栏啊。我想也许他已经发生了什么意外离开了我们。我本来是想要帮他在灵骨塔封一个灵位，谁知道我另外一个朋友却认为我的想法太残忍，而且今天我说了好多让人不舒服的话。哎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吕医师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讲哦，这个世界上啊，最大的力量不是什么火山爆发，也不是什么地震海啸，是人的念力。哎，你不要不相信念力哦，真的，只要啊你用心去想，去许愿，你就可以发现啊，整个世界啊都以你为中心在旋转哎，然后你就会心想事成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如果你的愿望很大的话，你也可以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来集气，
这样你的愿望很快就可以达成咯。而且啊，好了好了，张医生，我终于知道护理长为什么要派你来我诊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整死我。热身结束。哎，于是我讲是真的啦，你不要不相信哦，你不要放弃希望，哎，要加油，干杯，干杯。钥匙没有还给你，在这个房子被垃圾淹没之前，进来帮你清一清，看看。之前这房子有阿成那个邋遢鬼就已经够脏了，怎么现在连你也变成这个样子啊？你不是说想要回到小时候吗？我们是好朋友、好哥们的时候啊，所以今天你就负责把这些垃圾拿出去倒，听见没有？哦。哦。你有刷我情绪吗？对不起啊，今天在他们那边，我不是故意要吓你们的，更不是故意要说那些不好听的话来让你难过。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们要有心理准备。其实我本来是没有打算要告诉你常去认识的事情，可是吕文浩，你可不可以不要习惯性把压力丢给自己？我有事起陪，阿成有他的事业，还有他的兄弟要顾，可是你只有一个人，你的个性就是喜欢把事情看得比较务实，看得比较远，所以相对你的压力本来就比我们大，难道这些事情你还想要自己扛吗？你想太多了，不会啊。好，随便你怎么说，可是你答应我，不要让你的心像这个房子一样积了这么多的垃圾不丢，你有我们啊，我们可以帮你分担啊。好。好什么好，把垃圾拿出去倒啦。
膏要从后面挤，不要从前面挤，记得哦。啊，谁知道？你要后面挤。后面，后面，记清楚了啦。李文浩，我不是说牙膏从后面挤吗？不是，灯是小声的忘了。那我把洗回去，洗了就好。啊。歌手のハルさんは、キュートなスタイルとともに軽快なリズムの曲で、ファーストシングル「ここは晴れている」なんと発売初週で約15万枚も売り上げ、シングルランキングでも1位になりました。さらに YouTube の再生回数は1週間で40万人を超えたことなど挙げられています。今日ハルさんは特別に感謝の記者会見を行い、ファンの皆さんの応援と愛を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いつも応援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皆さんのおかげさまで今回のシングルはいい席が取れました。本当に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れからも頑張ります。みんなそのこと大好きですよ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。恒哥，你给我准备物件，我准备好啊。但是你给我准备这菜刀粿到底要创啊？这几年哦，哈罗一直介怀用台湾。啊，顶边去看爸的时阵，伊讲哈罗一直介怀台湾的小吃，尤其是这个菜头粿。恒哥，赞哦！哈罗若看到这特别羹哥吼，一定了解你的用心。啊，伊是咱公司的艺人，对好嘛是应该啊。这件伊一批大卖，这对于等于台湾的宣传，甲手片的销路，一定有真大的帮助。啊对啊，啊台湾唱片公司平进度安怎？唱片公司平讲，希望哈罗能提早登台湾宣传。提早登去台湾宣传是会使啊，不过吼，啊对，你交代因，叫现在海报签名会啊，甲通过会是继续寄来我信箱，还佮有交代台湾唱片公司件，嘛咱开始收歌。即件登去台湾需要宣传哦，我嘛准备要替哈罗打造一个全新的专辑。这个 MV 的导演、化妆造型、甲行销通路，我拢要用上好的团队。钱不是问题啊！一遍，我就要哈鲁变成 super star。所以这件代志，你要用啥经验处理？是，我等下联络唱片公司。啊对，他等下哈鲁就要回来啊，阿弟，照计划进。到一件好消息要甲你讲，就是之前拍算要合作的这个清酒甲松下电器，即马嘛已经顺利签约啊。这对一个新人来讲是一个真好的成绩。也恭喜你，我总算把这2000万给还清了。你就知道我最讨厌就是欠人家人情了。这一整年来，我等待的就是这一刻。严哥，谢谢你。
这件哦，你的手臂会当大卖，所以我嘛咧想讲，要当伫台湾的宣传期，我嘛想说开始当开始准备你这件新的国语专辑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这次我们回台湾，就可以 long stay？超久没有回台湾的，我跟你说，虽然是我爸妈他们就比较喜欢北海道，可是我真的超想念台湾小吃的，像是什么蚵仔煎啊、卤肉饭啊、地瓜汤，尤其是菜头粿，好久没吃了。安尼，你稍等嘞，永姐啊。恁爸讲，你只爱食这手工的菜头粿，特别叫我去订做。希望你即届等去台湾宣传单曲，会当有一个好菜头。阮贤哥对你的心意，你应该体会到啦吼。对啦，啊菜头就是象征好彩头。我相信你也对这菜头粿喜欢，一定会当美梦成真。我一个愿望尔啦，吼，这就先来许愿，我们帮你实现，是不是？我就是希望讲，淑君吼，早一日嫁给阮耀辉，做阮陈家的新妇，嫁给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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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潘姐，我最感动的，谢谢。这无算啥，紧啊，紧搬落花，哎，要烧了呢。啊，你吹蜡烛，那不行许愿。我的愿望就简单的啦，只有一个，我希望明仔载就会当看到101。你这话么，想简单啊，龙姐，你等下上网去订三张上紧的机票。明仔载，咱就等下台湾看101。天哥，真的很谢谢你。吃的牛筋、牛肚，还有卤蛋，我还做了一锅白饭。有了饭菜之后，就不要吃泡面喽。我拜托你不要再卤了，每次卤的味道都不对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卤不出阿木的那种味道。每次都失败，不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好难过，因为那个味道再也回不来了。昨哦，我有卤一挂卤味啦，拢爱食的哦，吼三层啦、牛筋、牛肚啦，还有头肝，来去食。爱记的哦，有想要食啥物件哦，你着敲电话甲阿姆讲，阿姆随煮给你食。阿木走了一年，耀辉也失踪了一年，我们大家都很努力，装作若无其事的过日子，可
可是这些回忆就像打破的玻璃杯，碎了一地，一不小心就会踩到。一锅失败的卤味，一句无名诗，还有要回的一件皮衣，阿晨实现了他的梦想，你也加入豪门，大家都往前跨进了一大步。唯一不争气的就是我，整天浑浑噩噩的，所以该哭的应该是我。新娘子快回家了，才新婚第一天就跑到别人家煮饭啊，打扫房间。我跟你讲，小心你老公把你休掉。哎，你记得？我知道。饭锅里面有饭，不要吃泡面。那卤菜啊，虽然难吃，但我跟阿晨会把它嗑光的，好不好？电锅也有白饭，等一下你们两个就……我买了虾仁煎跟蚵仔煎。你还记得我好喜欢吃蚵仔煎啊？我没有买给他，自己要吃。要回忆喜欢蚵仔煎。你还记得我好喜欢吃蚵仔煎啊？我没有买给他，自己要吃。要回忆喜欢蚵仔煎。哥，到底去哪？这么早就出去之后就再也没回来，怎么可能会这样啊？难道你忘了吗？你忘了我们四个曾经一起发过誓吗？开张趁王在上，弟子徐慧芳在此义结金兰，从今而后肝胆相照，为兄弟两肋插刀，为情义赴汤蹈火。不是说好从今而后肝胆相照，为兄弟两肋插刀吗？你人都不见了，要怎么为我们两肋插刀？要怎么为我们赴汤蹈火？
回去吧。好，那我走了。那假这样，会帮卤的会好吃到哪去？先吃这个吧。吃不吃随便你。吃完的，下次来没看到没吃完，这样同学，你是答应人家干嘛？你看我们家那么辣，你知道我们吃辣的，我故意的，怎么样？明天下午我想再跟那个地主谈一次，我对那块地很有兴趣。嗯，好，师姐还在做饭，再等一下。哦，对，那就拜托你了。好，等你好消息。嗯，拜。下午去了哪里？随便晃晃啊。哦。看到什么满意的东西没？开饭了，走吧。嗯。哇，这么丰富啊！谢谢你啊，儿子。啊，不错。今天这顿晚餐本来是慧芳要煮的，但是我怕，因为她去看了伯母，心情会不好，所以我就……你煮是应该的。叫慧芳煮，我才生气呢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谢谢老公。嗯，是他应该谢谢你。谢谢你在你朋友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之后，还肯跟他去登记结婚。妈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。这一路上有你，还有世奇这样支持我、体谅我。让我延后喜宴，我真的觉得很抱歉，可是我真的很感谢你们。虽然阿木走了，他来不及参加我的婚礼，要回又始终。不过，我希望我可以在我的婚礼看到耀辉，让他看到我幸福的样子。毕竟在我的生命中，耀辉就是扮演我亲哥哥的角色。
慧芳，他有一句你们几个喜欢说的，这是必须的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找到耀辉的。我一定要让你最重要的几个朋友看到你幸福披上白色婚纱的样子。来，这是我今天特别为你准备的新婚晚餐，祝福我们的婚姻幸福美满，也祝福我们三个永远快快乐乐的。嗯，哦，快快乐乐的，所以你今天准备了乐牌？嗯，这个我可倒没想到，不过也通了。慧芳，那个是我教师节特别准备的枣泥桂花糕，祝你们早生贵子。谢谢妈。不客气，吃吧。嗯。哇，这个料是我最喜欢的。嗯，这汤好香哦。对呀，沾这个酱。好。慧芳，嗯，那个李医师还好吧？昨天晚上他喝那么醉。他今天算正常的。慧芳，嗯，我在想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帮文浩找一个新的人生目标，比如说帮他介绍个女朋友之类的。慧芳，嗯，我在想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帮文浩找一个新的人生目标，比如说帮他介绍个女朋友之类的。哎呦，你不用烦恼他，他的心结就靠他自己解决了。但是如果他来找耀辉，我该怎么告诉他这一年发生的事情？你带着，就算我不在你的身边，他也会替我保护你。你的助理甲你用我的西装洗，啊伊甲内底物件拢交我，歹势，我拢一直袂去摕。谢谢。啊对，明仔透早咱坐十一点外飞机等你台湾，啊你较早休困，好。嗨。
怎么弄这封信啊？您好，我已经加入了抢救耀辉的念力团，帮忙集气加油。谁帮我申请这个网页啊？铁定是这个天兵。台湾，哎，真的假的？他最近的日文单曲超好听的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真的。前面喜欢哈鲁，啊，我也超喜欢他的。他长得好漂亮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，身材超好，真羡慕他。副局长早，早。副局长，今天吃早餐。这是什么？珍珠丸子啊！你明知道我从来不吃丸子，而且你一定知道为什么。丸子吃丸子，副理长你好幽默。张一帅，喂，吕医师，哦，我在护理站啊。好 ，OK， 好。副理长，于是找我，我要先过去。请你吃早餐啦，不用钱哦，不用钱哦。刘医生，你找我？谁让你鸡婆的？你发现了。本来想偷偷让你通气的啦，那你也不要用我的账号嘛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信箱里面有700多个陌生人信，这么酷啊！才一个晚上就700多个陌生人帮你集气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10天就有7000个，100天就有3、4、5、6、7、7万。对。哎呦，这么多陌生人帮你用念力集气，一定马上就会有奇迹出现的啦！哎，不要不相信这个哦，超灵的，我相信你哥们一定很快就可以找回来了啦。陈医生，你怎么会相信这种没有科学根据的蠢方法？什么蠢方法？我试过很多次，超灵的。跟你说，我从小就住在屏东，我上面啊有5个哥哥，所以我爸爸常常念着说要把我卖掉。可是每次啊，在我爸一这样子讲的时候，我跟我哥哥就会启用念力来集气，希望我爸爸出海捕鱼的时候可以满载而归。哎，每次只要我跟我哥哥用这一招，哦，我爸就大丰收。就是因为这样子啊，我们家的经济也慢慢稳定，所以我才没有被我爸爸卖掉。房东太太，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啦，我已经在找房子了。我保证，再一个礼拜，我一定马上搬。是，好，马上去找。好，拜拜。那个，找时间帮我把这网站也关了。哟，干嘛那么客气啊，三爸？那个网站可不可以不要关啊？真的很灵哎。
小姐，一天700多封，10天我的信箱就爆了。赶快上网找你的房子。真的不可以不关吗？不可以。没什么，就带慧芳去看了几个出租的补习班店面。嗯，没事看什么补习班的店面？你真的想要开烹饪教室？没有啦，随便看看。哦，我刚在网络上看了那个明星哈鲁的消息，说他今天回来台湾。那位哈鲁就是你以前讲的淑君吧？嗯，是啊。没想到淑君在日本发展那么顺利，只可惜耀辉现在下落不明。如果阿木还在，看他现在的淑君，一定很替他开心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去个洗手间。看来慧芳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走出阴霾。我帮你接个电话。嗯，喂，哎，傅晨啊，慧芳现在不方便接电话。哎，那就麻烦你帮我跟慧芳说，他们东龙那个小吴啊，不要巧鬼，我们堂口的兄弟不过晚了2天缴斡旋金，他就先收人家斡旋金，是怎样啊？而且那家伙现在龟缩，不知道龟缩到哪去了，电话也不接。他以前是慧芳的属下，所以要动慧芳的人还是要知会他一声。你帮我跟慧芳说，这件事情如果轮到我来处理，就紧拍垮。哦，你自己吃啊。啊，我吃过了。啊，不是跟你讲话，你是不是关我个屁事哦？哦，傅晨，你刚才说你要处理他，是怎么处理啊？要怎么处理哦？你明白啦，你也不会想知道。哦，好，那我还是先转告慧芳，然后你再处理他，好吗？嗯。啊。还有，帮跟慧芳讲，他昨天来帮忙打扫家里，做那些卤菜味道不怎么样，不过我吃啦。
下午去哪里？随便晃晃啊。喂。喂。哦，OK，好，我会帮你转汇方的。行啊嘞。怎么了？脸色那么难看。哦，没有了。傅晨说汇方的前员工卖房子给他朋友，然后有点纠纷，叫我转到汇方一次。哦，我要出去一下，你坐一下哈。慢慢走。好。不是说随便逛逛吗？为什么汇方不直接跟我讲去文浩家呢？傅晨打给你。我听妈说了，那我现在过去找他。昨天下午，好了，没什么，路上小心。嗯，走了。小姐来访，我请她到会议室等您。好，谢谢。陈山啊，自从公司少了你，就少了不少笑声哎。是少了不少麻烦吧？董事长，不好意思哦，之前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。嗯。张副总气消了没有？你是问把跨年的机票11点 AM 变成11点 PM， 害了副总在飞机上跨年那一次，还是你把口红印不小心弄在衣服上，害得人家差点家破人亡那一次啊？总经理，哎呦，你记忆力干嘛那么好啦？没事，坐。谢谢。来找庄副总啊？不是，之前庄副总把我拜的时候，就有逼我发誓，再也不能出现在他面前。没有啦，是拿这个。这个啊，是庄副总的车钥匙，之前被我搞丢了，我最近在忙搬家，是又找到嘞。总经理，可以麻烦你帮我还给他吗？当然 OK 了。怎么样，找到工作了吗？他又回他的老本行，当他的白衣天使了。那这样很好啊，应该有男朋友了吧？哎呀，全天下的男人都瞎了是不是啊？如果能交到像你这么可爱的女孩，每天听你说话，再不好的心情都会变得愉快起来了。啊，对了，你明天晚上有没有空？明天晚上应该没事吧？怎么啦？想介绍男朋友给你认识，对方是个医生，帅气、多金、有才华，人品出众。你是说？嗯。条件这么好，怎么可能没有女朋友啊？晚上有没有空？明天晚上应该没事吧？怎么啦？想介绍男朋友给你认识，对方是个医生，帅气、多金、有才华，人品出众。你是说？嗯。条件这么好，怎么可能没有女朋友啊？本来是有了，可是。哎呀，反正现在没有了。是哦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我休息时间要到了，我要先回医院了。哦，你要回医院休息啊？不是啊，我是说
我休息时间快过了啦。哎呦，你们听得懂就好了啦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以后再来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你脑子挺快的嘛，还想到这个方法。不过或许这样，真的可以帮到吕医师。嗯。告诉你们多少次了，交班的动作要迅速确实，交接的工作内容才是重点。每次那边拖拖拉拉，那边聊天，要聊天不会下班再聊啊？啊。另外，就806的病患是吃素，推那份荤的午餐进去要害他是不是？不怕佛祖打来的时候劈死你呀、啊？谁不学？学那个珊珊，他呀，做事脱线，又少根筋。你呢，少两根筋，还杵那么干嘛？给你赶快整理一下啊！真是的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呀、啊。护理长，护理长，我要请假。不准。哦，护理长，我拜托你了。刚我妈真的打给我，她说我阿公看电视的时候，她说突然昏倒了，然后现在刚送去医院呢、啊，叫我一定要过去，听说情况很危急啊，拜托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不知道。加单呐、啊？哦，给你，有有有。糟糕，还没有请假。一样的理由，一定会被护理长抓包的啦。除非，拜托拜托你了！我妈妈刚刚打电话给我，说我外公啊在看电视的时候突然昏倒了，现在刚送到医院，情况很危急，拜托拜托你啊！护理长 OK， 我就 OK 啊。可是他就是不 OK 啊，因为他说你外公有其他医院的人在照顾，我们医院也有其他人外公需要你照顾。医师，拜托拜托，你人最好了，反正你下午病人不多，你就帮我看了一下，我叫个班嘛。李医师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好，就当我回报你，帮我弄那个念力团。OK， 去吧。耶，律师你最好了，我一定会努力工作，绝不懈怠，代替我外公报答你对我们家的大恩大德。外公昏倒要这么开心吗？
歌手哈鲁一回到机场就受到粉丝们热烈的欢迎。有听到不？你别感到对错，不过哈鲁也怎么样？哎呀，会长英明啊，小官子啊，万岁呀！心情不错嘛，外公没事了吧？哈鲁本人漂亮吗？他本人超漂亮的，又可爱，又亲切，人好好啊。我在外公病房的电视上有看到。那你昨天就知道，你为什么不说？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？我当初跟吕文浩在一起一直包容，最后才搞得分手。是不是想当第二个吕文浩？很坏，暴寄快递，最坏的那种，极贱。太好吃食品老板说，不管你想做什么事一定要等我一起哦。我明天会去南部办签唱会，一定会想办法去找你的。世界真美好，我们都找到了美，安心停留一刻的肩膀，守护你的手腕在我的心中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馨。刚刚拍的那一场是有关于淑君、耀辉和傅晨，我们三个在打扫一间西餐厅，想要把它由旧翻新，由空变有这样。王总，那为了要帮淑君就是解决他眼前的一个困难，所以我们就尽了最大的力量，然后就是耀辉去帮淑君，想要去替他做点什么。那场戏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，然后整个戏也是耀辉在里面算蛮轻松的一场戏。还有很多的桥段是他们都在整我，就是吕薇还有依馨。他们角色就是很爱整我，因为我在里面其实就是一个，怎么大家都把我当小弟弟，对，所以我的角色就是让他们一直这样子，然后有时候真的让我们觉得又好笑又好气。我是希望能够跟导演沟通一下，有机会是不是写几个桥段让我走回去。那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因为场景换来换去，比方说扫那个蜘蛛网啦，或是拖地啦，还有擦窗户那些，其实都表现出戏里面林淑君调皮捣蛋的个性，还有耀辉对淑君的感情，以及傅晨的那种有点傻里傻气的这种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
是要我盯到自己的大拇指，然后很痛的样子。结果我就不小心真的盯到自己的大拇指，然后那个担任导演很担心我，就说啊小心点，不要真的盯到。但是我就让他们担心，所以说没盯到，实际上大拇指已经盯到有点肿。虽然我们看起来打扫得很辛苦，但是真正辛苦的呢却是幕后的工作人员，他们真的很可怜。因为我们来这边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是把一个完整的西餐厅全部打乱，变成到一个很空的空壳这样子，甚至在地上撒满任何的灰啊、蜘蛛网啊那些。但是呢，拍完之后他们要把全部复原，所以我就觉得幕后的工程真的是他们，比起他们我们更不辛苦。但最好笑、最精彩、最好笑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那个秦好汉、秦偷汉太经典，在里面真的把大家弄到笑到眼睛喷掉。其实是我们丹丹啊，啊，金花名著哦。他虽然外表像大哥，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喜感的人，所以呢，我会把我的能量呢尽量偏重于在喜感上面，然后把这个戏的有笑点的地方呢，跟我的女儿一起把它烘托出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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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虽然说他们一下子带了一大排的黑道兄弟姐妹来跟我们会面，但是其实看到他们的那种气场，实在是又惊吓，但又觉得还蛮可爱的。对啦，我的小妹听你讲一句啦，夕阳天的兄弟姐妹，回家。只有我模仿别人，不能别人模仿我。这西边那宝，这大呢啊！啊，你无想要玩呢？的每场戏呢都相当的认真，所以请观众呢一定一定一定要支持我们红甲耀辉 ，Go！ 你不但要看这个戏，你还要看我，你要把专注力放在我的身上。虽然我不是主角，但是我可以带给你欢乐，好不好？请你一定要锁定。